the phone.我们本地的药厂，我大家头惨了，瞬间爸爸耍驴，我真的好想死。 我太痛苦了，对不起我自己的爸妈。 这里，让他们连四周的庄稼的厂子都去不了。 没有翅膀，我爸妈死了怎么办啊？地方也没有。
怎么过得这么失败呢？我他妈也是在保大风霜做大风霜的命了，要不我就再累死你，死你都按铁路站了，没有别的活了。这破药厂是个屁药厂啊！死饿死拉这么倒。没有人能帮我。Yeah.